大家好，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单调队列及应用。什么是单调队列？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：最美韩城人老徐参加一场真人秀，节目共录制 N 天，每一天节目组都提供一种美味的苹果若干。老徐每一天只会吃天数不超过 M 天的最美味的苹果，请问怎么做到？比如 N 等于五，M 等于四，五天提供的苹果美味度分别为80、75、78、73、79。我们先来看一个暴力枚举的算法。在第14期中，曹文老师已经给我们讲解了如何使用队列。在这里，我们用队列来实现每一个元素的进队和出队操作。tail 表示队尾，head 表示队头。第一个苹果进队。美味度80，第二个苹果进队，美味度还是80，第三个苹果进队，美味度在第一个到第三个苹果当中进行查找，美味度还是80，第四个苹果进队，从第一个到第四个苹果当中查找美味度最大的是80。第五个苹果进队，第一天的苹果因为过期，我们把它从队列当中删除掉，队头往右移动。我们再从第二天到第五天中选出美味度最大的苹果79。在这个暴力枚举的算法中，共求了 n 次最美味池，每次求最美味池都需要在对头到对尾之间的 m 个苹果中查找，所以时间复杂度是 n 乘 m。因 n 和 m 的最大值可达10的6次方，对于子题这种暴力枚举法，不是一个有效的算法。如何优化呢？题目中要求 n 个最美味值，n 在实践复杂度当中不能再进行优化。查询最美味的苹果需要 m 次查找，我们只能从 m 入手进行算法的优化。是否可以只保存当前最美味的苹果，而节约查找的时间呢？因为当前保存的最美味的值可能因苹果过期而失效，所以只保存当前最美味的苹果是不够的。虽然这种方法行不通，但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思路。我们可以反向思考，把现在不是最美味的，将来也不可能成为最美味的苹果，从队列中删除掉，从而减少查找的次数。我们对队列进行改进，对原来的算法进行优化。第一天的苹果进队，美味度是80。对于第二天的苹果，当前不是最优的，但将来有可能成为最美味的苹果，所以也进队。最美味的苹果是对手的第一天的苹果。
对于第三天，苹果的美味度大于第二天的，并且比第二天的更新鲜。第二天的苹果不可能成为最美味的苹果，所以从队列当中删除掉。第三天的苹果进队。第四天的苹果当前不是最美味的，将来有可能成为最美味的，所以入队。目前最美味的苹果是对手的第一天的苹果。到了第五天的苹果比第四天的苹果更美味，第四天的苹果没有存在的价值。第四天的苹果出队，再比较第五天的跟第三天的苹果。第三天的苹果没有存在的价值，将来不可能成为最美味的苹果，把第三天的从队列当中删除掉。第一天的苹果因为已经过期，把它从队列当中删除掉。再把第五天的苹果加入到队列。如果苹果在保鲜期内出队，队尾指针左移，苹果因过期而出队，队头指针右移，最美味度是等于79。单调队列在队尾中既有入队操作，又有出队操作，操作变得更复杂了。时间复杂度是否增加了呢？我们进一步分析它的时间复杂度。在单调队列中，每一个苹果都进队一次，最多也只出队一次。而且每次查找都只需要在对头的苹果当中取，所以总的时间复杂度是 O(n)。什么是单调队列？队列中各个元素之间的关系是单调的，单调递增或递减。在对手删除队尾，既可插入又可删除，用于求解某个范围的最大值或是最小值的问题。算法步骤：首先把第一个元素进队，对头队尾指针指向第一个元素。对其他的 n 减一个未入队的元素执行如下操作：第一步，如果对头元素超过指定的区间范围，对头元素出队；第二步，当队尾指向的元素的值小于当前要入队的元素的值，队尾元素出队；第三步，当前要入队的元素入队。第四步，输出对头元素的值。代码实现方式有两种，一个是用 STL 中的双端队列来实现，也可以手工模拟。我们再来看看程序实现。首先把第一个数进队，再枚举其他的 n 减一个元素。如果对手的元素超过区间的范围，
这对手的元素出对，当队列飞空，并且队尾的元素不比未入队的元素更优，队尾的元素出对。再把新元素入队，再输出对手元素的值，单调队列的总结五大要点：维护区间的最值。单调队列是用于维护区间的最大值或是最小值的问题。第二点。区间出现平移，我们是左边界是 Li，右边界是 Ri，随着 i 的增加，区间是向右平移的。第三点，去除冗余状态，在前面的例中，我们重点用动画演示了这个特点。区间中两个元素 aj 与 ak，如果 k 大于 j，并且 ak 大于 aj，ak 跟 aj 比，既新鲜又美味，那么 aj 没有存在的必要，我们可以把它直接从队列当中删除掉。这是单调队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作。第四点，保持队列的单调性。经过第三点的去冗余的操作，使得队列保留下来的元素是单调的，单调递增或者是递减。第五点，最优选择在对手。队列当中是单调递增或单调递减的最优的元素是在队列的对手，这样就节约了查找的时间。这节课我们到这里，下一节课我们再来学习单调队列的应用。